瓜都司令镇附近的一个均田村，均田村下面的其中一条村，咁啊，猪屋经济社啊，旧阵时叫生产大队啊。我依家行翻出去，你就睇到呢度啲村屋，下面系嗰啲小作坊啊，生产工厂啊，一卷卷嗰啲应该就系皮夹嚟嘅。呢度系猪屋一行手工作坊。行前啲呢仿古建筑，估计就系佢哋条村嘅祠堂。咁啊，旁边呢条巷望入去，仲有好大片嗰啲红砖屋啊、泥砖屋啊。咁啊，呢一条村啊，都系猪市聚居嘅。不过估计好多村民都走晒嘅。實質在村裡住的和生活的都是外地人佔大多數，還要是在這裡全部都是做皮具、皮夾、手袋、加工的生意。在旁邊這條小巷裡面，豬屋西三街全部都是一卷卷那些人造甲，肯定就不是真皮，人造甲啊、布匹啊咁。哇！呢啲成品嚟噶啦，打完 Made in China， 準備出貨啊！呢啲啊～成地啲手袋，一大堆嗰啲工業垃圾。嗱，呢啲啊工廠啊，嗱呢啲手工作坊啊大好多呢啲啊，拉曬鐵掣入邊搏命去生產，入邊啊啲機器聲啊開到行曬啊！金凳凉粉豆腐花烤骨，金凳凉粉豆腐花烤骨，金凳凉粉。哦，咁多新楼嘅。另外一條村啊，就係司令鎮附近嘅一條前進村啊。咁啊，反正啊，司令鎮下邊所有嗰啲地方，全部都係做呢啲皮具生意啊。嗰啲經濟水平真係高啊！車啊停滿曬，咁啊外來人口又多。就是一個皮具生意大旺了整個司令鎮。
长啊，目测都几百米长喺条巷啊，全部系嗰啲村屋嚟嘅。食廣場咁嘅，嗱喺路兩邊搭曬嗰啲塑膠棚頂啊，全部係做飲食嘅。後邊嗰啲樓咧又有公寓啦，有咩皮具公司啊、皮具廠啊咁啊。因為如果你晚黑呢啲地方啊，估計誒出嚟宵夜人比較多啲啦，因為好多打工仔嘅呢附近。呢、這個時間。做緊嘢佢就呢啲餐廳唔會好旺啊，估計都係晚黑嘅。呢度係屬於前進村委會嘅，咁啊入邊好多條村嘅，我唔知佢邊條村啦。呢度係石東一巷。行入嚟我都分唔清。咩村啊？反正呢度就係西嶺鎮下邊嘅前進村委會。呢度有個釣魚場啊，呢度有魚釣咩嚇？哇！呢一個風水塘啊，半月形啊，夠曬大。咁啊，呢度有個釣魚場，可能收錢啊，俾你釣魚啊嗱。佢喺個塘基嗰度整咗好多嗰啲等俾你坐喺度釣魚啊，不過要收錢嘅啫。咁啊，呢個水塘後邊就有一座。重新翻修整過的一座祠堂，我遠遠望到好像是叫做羅氏宗祠，羅是羅文的羅，我走過去看看。外牆那裡就整了一個那些樓梯，估計這個就是那些消防梯，因為它左右隔離都是屋嚟噶，冇地方整嗰啲消防梯啊，咁啊只有簡陋咁整咗一個鐵梯喺度，咁啊當係消防梯嚟噶，逃生梯啊，睇下密密麻麻啲屋啊，咁啊呢度啊，棟棟都六七層高噶啦。下面一辣呢啲啊，估計都係五六十年代起嗰啲阿妹頂屋嚟嘅。咁啊，呢家有用啦，全部做曬嗰啲手工作坊啊。石西三巷，羅氏宗祠啊，西龍運泰發。葉開枝。
唉，咪发晒达啦！呢啲狮岭镇下边呢啲村啊，哇！呢个风水塘真系够晒大啊！呢一座好似人哋嗰啲祠堂建築咁樣，幾特別喎！哦，呢度係另一條村啊，謝公祠啊，德輝哦，輝德謝公祠啊。剛剛嗰條村啊，姓朱嘅，呢條係姓謝嘅，多謝嘅謝。咁啊，呢個謝公祠就樸素好多。簡單好多啊！呢度另外一條村啊，不過啲村容村貌都一模一樣噶啦。但係呢邊呢個風水塘啊，細好多，都唔夠人哋十分一五達。啊！今日我喺獅嶺鎮下邊呢啲。村的視頻分享就到這裡，多謝大家的收看和點讚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